9月7号，9月9号，我们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派飞机，2次派飞机，救援因为15号台风，被困的大洋伟民国际合营联合会社的中方人员，当时我就在飞机上，是吧？这个下了飞机以后，我们心情非常激动，就直接到了中国大使馆。大使馆的同志非常重视，中国的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中央电视台在中国都先后做了报道，还有中国的几百个网站同时进行了转发。这个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听见这件事儿以后，都非常受感动。一个是感觉到呢，我们金将军爱民如子啊，这个领袖风范；再一个就感觉到我们金将军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。我们伟民公司被救的人员，更是感觉到金将军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，真是天大地大，不如金将军的恩情大。我们每次坐车从丹东、新义州、平壤到咸兴南道，要路过很多抗美援朝的时候一些老战场。在这些战场上，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，他们共同浴血奋战，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，是吧？流血牺牲，留下了，美帝国主义。美帝国主义，日本啊，为了共同打击美帝国主义，这个留下了很多热血，是吧？埋下了很多宗骨。我们觉得这里土地现在站在这里还是热的。那么，由我们伟大领袖金主席、金日成主席、毛泽东主席、周保中将军等老一辈革命家奠定的中朝友谊这个基础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站在这片热土上，是吧？想着老一辈的教诲，就觉得这次受灾虽然我们受到一些损失，但是我们想了，有了这些光荣传统，我们就不怕流血牺牲，都不怕困难，还怕吗？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次我们来吕总啊，做了很充分的准备，是吧？有物资，有资金，是吧？和大洋会社的同志和我们合作的会社嘛，是吧？还要发扬这个中朝友谊的光荣传统，像志愿军和人民军一样，是吧？心连心，肩并肩，手拉手，恢复重建。再为这个，我们按照这个金将军的号召，建设强大国家的同时，强盛国家的同时，是吧？肯定还有一些困难，我们要发扬过去的传统吧，是吧？这个努力把工作做好，向金将军汇报，向朝鲜人民汇报，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关怀吧。借此机会呢，我也仅代表我们董事长周伟同志和全体伟民公司的员工，衷心祝愿金将军领导下的伟大朝鲜繁荣昌盛。祝愿伟大的勤劳、勇敢、善良的朝鲜人民美满生活，美满幸福。위대한 조선인민의 굴로 아 위대 아, 굴로하고 용감하고 선량한 우리 조선인민들의 생활이 더욱 아름답고 也祝愿我们中朝友谊像鸭绿江水一样源远流长，长流不息。当时情况是这样的，8月28号，大倾盆大雨，夹着很大的风，因为是台风嘛，从下午2点一直下到晚上11点。由于大雨，山洪突然爆发，滚滚的洪水夹着石头向矿山冲来，顿时
我们住的房子跟矿洞外所有的设施一扫而光，全部冲没了。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团结奋斗，躲到了比较安全的地儿，这个生命没有受到损失。我们要晚出来五分钟也就出不来了。当时中国的同志跟朝鲜的同志山上一共有14名同志，互相互相帮助，互相解救。有朝鲜的同志为了抢救东西，当时还没有撤出来，中国的同志拉着他把他救过来，随着过来，就中国的同志被冲走了，冲走2步以后返回来，爬上来的。朝鲜的同志为了抢救矿山的财产，一宿没有休息，始终在雨里边，在水里边，在抢救咱们矿山的财产。就是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，当时我去看了，原来的河沟啊有几米深、10米深啊，都填满了，都是山洪，晚上看不见，光听见水声、石头声。对，这个拿着手电照也照不出去，都是下雨。结果早上一看，石头都填满了，变压器啊，几百公斤重，电线杆全都冲下来，铁轨像麻花一样拧了，是吧？晚上看不见。是，我们吕总呢很有经验，在中国是10000多人单位当过领导。他发现以后啊，把当时啊，因为是9月9号，8月28号是青年节。对，矿山留着人只有6个朝鲜同志，其他人都走了。对，中国还有6个，这人呢，他是主要领导，告诉什么提前吃饭，提早做好准备，是吧？然后这个，天一黑马上人就集中，对，保证人员安全，这非常关键的一步。最关键的时候，他告诉他把唯一的一根绳子准备好，拴到山顶上，然后这个一旦不行了，大家爬着绳子往山上跑，两个人一班，两个人一班的安好，就是像警戒站岗一样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安排很有序，所以那个人员没有受到伤亡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。第二天雨早起，雨停了，一看整个矿山面目全非了，原来的河道已经改道了，原来的那个房子，矿山一共四栋房子，3栋房子被水冲跑了，仅剩下矿山指挥部那4间房子。如果大水再上涨1米的话，这个房子也保不住。损失非常惨重，当时遭到灾以后，第二天我们中朝两国的同志随着开了一个集体的协调会，要求大家稳定情绪，积极面对，团结一致，共度难关，坚定信心，恢复重建。所以中朝的同志没有任何的恐惧啊，什么懈怠啊，什么怀疑啊，没有任何的情绪，都很团结。所以呢我们同吃同住，一块儿去抢险，一块儿去救援我们的那个矿山的财产，等待上级的援助和救援。生活情况，粮食还有一部分，菜基本没了，住的地方8个人住了挤了几平米的小地儿，几个女同志就在火房那个地上休息。其实当时
暴洪水以后，路断了，电断了，通讯断了，路一断，整个外边的什么粮啊、菜啊、的东西都运不上去了，就，通讯一断，跟外边也联系不上了，外边里边受灾的消息也传不出去，电断了，晚上仗着几个矿灯节约使用，能生活几天。当时发生这么几个情况，人民军得到我们被困的消息以后，人民军送去两袋大头菜和一头猪。当时。